有一座桥。哦，这里，哎，这里也要，这里也要一座桥。嗯，怎么到处都要桥啊？真是的，一直桥来桥去的。嗯，喂，这里，噔噔，不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哎呦，这次比较难扑哦，斜的比较难扑，斜的比较难扑，嗯，斜的比较麻烦。咻咻，哎呦，这样比较大一点了、哦。嗯，斜的超麻烦的，斜的花的石头比较多。先铺一条好了，哎、欸，喂，喂，先铺一边，等一下再铺另外一边，不然这样铺太久了，马会等不及呀、啊，啊，马过桥等不及，你看他已经等不及，已经上桥了，上来上面了，哦，掉到水里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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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扑过来了扑过来了。这里，一二，喂，三，哦，四，哦，这样子，来到这里看看，喂，这里没有，喂，一二，这里多一个，这里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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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儿我们走，啊、嗯，又一条桥铺好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条桥怪怪的，这一条桥我不得不说有点怪怪的，挖掉一点。怎么可以盖出这种怪怪的东西呢？不符合我的 style 哦。所以是这里多了几个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样，哦，是这里，是少在这里。嗯，要坚持，坚持，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才对嘛。啊、嗯，喂、欸，嗯，这样就没有歪歪的了。哦耶，走过来了。很轻松，一切都是为了美观。哎、欸，上一次没盖完的，这一次有没有机会？有，有一点点机会。嗯，上一次没盖完的桥，这一次再来，可是也只能盖单行道而已，哎，没有办法盖双边呢。石头快不够了，铺完这个，另外一边就没有了。BGM 还没出来，我有关掉吗？选项、音效设定，哎、欸，要抱歉，被我关掉了啊！我想说，为什么都没有 BGM 出来？对啊，抱歉，我把它关掉了，所以难怪没有。而且我还把天气音关掉，就是下雨的时候就不会吵这么吵了，就把天气音也关掉了。咻，不过应该还好吧？谁希望听到那个下雨的吵杂声呢、啊？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你们真的很坚持要签独居咬人呢、欸？嗯，用半砖不就行了吗？不要，我不要用半砖，为什么要用半砖？啊、嗯，我对半砖没有兴趣，除非在做建筑才会用半砖，不然平常……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马真的很我不知道说什么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固执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还是他哦，我知道他一定是想泡泡水啦，天气太热了，对不对？大白天太热了，嗯，所以要泡泡水。来，上岸。哎咻，哎咻，哦，快上岸。啊、嗯，好了，坐上去。哎、欸，马上就有 BGM 了。哦，果然是因为关掉的关系，难怪没听到。嗯，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了。啊，抱歉呐，啊，到现在才有，到现在才有 BGM。真是辛苦各位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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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超日常的音乐，哦，这才叫日常嘛，对不对？呜、哦，噔噔噔噔，好感动哦，好日常的音乐哦，我们过来了，我们沿着两条桥过来了。
沿着好多座桥。啊，独居老人，独居老人不见了，独居老人不见了。哎，独居老人，你去哪里了？哎，不见就算了啦哦。这么多人要你死，我来造访独居老人家。没有了，他的胸甲和黑曜石都还在。哎，独居老人真的不见了哎，他到山顶了，他已经攻上山顶了。有点大声是不是？他攻上山顶了，好屌哦！还要看日落吗？好啦，我花一下铁锭做一个铁巨人出来好不好？让你有那个铁巨人陪伴，日子应该过得更逍遥吧。先把一些垃圾放进去，要的时候再来拿。这个药，铁锭，做个铁巨人。铁巨人要四个欸，很多个欸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我要四个欸，我一口气就为了一个铁巨人，耗费很多资源，还有一个南瓜头，南瓜头都被分解成南瓜种子了，哎，好样的，南瓜头都被分解成南瓜种子了。好家伙，真的是太棒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南瓜头都被分解成南瓜种子了，看来我只好再种了。只好再种了啦，在这边再种了。这里放泥土。都被分解成南瓜种子，太早分解了。好难过，有点淡淡的心酸呢、啊。我已经讲不出什么话了。我讲不出什么了，已经被分解成南瓜种子了，抱歉各位。南瓜种子预定地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盖南瓜种子预定地。失算失算，真的失算失算。挖一条比较平整的道路可以上去好了。你不觉得这个这个井在这边感觉怪怪的，欸，我要赶快去睡觉，不能做铁巨人，我被预料到了，欸，睡觉，远望沙丘，山丘，真的不晓得他在看什么，我也很好奇他在看什么，到底能看到什么风景，我们去跟他一起看看，到底有什么风景让他如此沉醉，到底是什么好东西？如此沉醉的风景，到底是什么？到底能看到什么东西？到底有什么东西？那里到底有什么？没南瓜去找南瓜，到底有什么啊？我开始好奇了，我好奇。好奇他看到的风景到底是什么？他的视力可能比我好，看得比我远。我走过去看看。哎，这个怎么打不下来？怎么打不下来啦？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打不下来？要空手才能打吗？控制杆杆不能打。好了，来了。我好奇你看到什么风景呢？我来去看看。喂，哎。他还在看，他刚才一直凝望这边，凝望了好一段时间。到底有什么？哦，有南瓜！哦，有南瓜啊！原来如此哦，早说嘛，不用种什么南瓜了啦。有南瓜，早说嘛。哎咻，原来如此啊，原来如此。哦，想不到他可以穿墙。哦吼。拿到四颗南瓜了，再往前走看看，看看还有什么神奇的风景，未被外人所接触到的风景。喂，还有吗？有雪地耶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差点摔下去哦。这里的山谷有点深耶，沿着旁边走好了，看一下地图。呦，有跑出来了，有跑出来了，这里就是一些雪地啊，雪山。
没有什么树，很适合马儿奔跑。哦，奔跑奔跑，真的很适合马儿奔跑，而且都好高哦。这里是什么？这里的地形好酷哦。以前好像没有这种地形，是不是？还是不多。以前我记得有高山地形啊，可是，呜噜噜，马摔伤了。哦，跳跳跳跳跳。喂，跳，喂，跳，公路，哇，爬山不容易，喂，再往上爬，爬上来了，骑马登山，到雪地了，就是为了看这些风景哦，那好了，回去了，看完了，回家了，悬浮在空中的墙壁，对啊，这里都是岩山呢，岩石山，没有泥土包覆，岩石裸露，外面还有煤炭，外面就有露天的煤炭了，还不时可以看到岩浆，所以只有两户人家而已，真的，一户我家，一户你家。从这边还可以看到我家这附近的全貌，有没有？前者，看一下，在这边可以欣赏哦，欣赏我们家附近。来了，下来吧。哎咻哎咻，走下来。噔噔噔，绑在这里。哎，绑不到吗？那去前门绑。噔，独居老人呢？他不会翻越山头了吧？他有多么不想在这里啊？他是多么不想在这啊？他翻过山头了，真的吗？裸岩，对啊，他翻越山头嘞。哦，还没，你们说什么？用 shift 哦 ，shift 加缰绳可以把他牵回家哦。Shift 加缰绳不行啊 ！Shift 加你不要害我打人好不好 ？Shift 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跟大家讲不行，好了，不管左键右键都不行，害我打了他一下，真是的。把这里挖掉一点。好啦，我决定要盖围墙了啦，以免他跑出去。被妖怪抓死，我建一个小村落，做一个奇怪的雕像，先做铁巨人嘛？为什么要做奇怪的雕像？我现在都有南瓜了，先把这里挖掉，增加一点泥土，想要一个半是不是？可是我这样就要先酿造药水，酿造药水的话就要先去打烈焰神。打完烈焰神才有杆杆，打女巫说不定也会掉，不过几率太低了。然后有杆杆之后，才可以。等一下，我先做一个铁巨人出来。哎咻，在这上面，铁巨人来了！喂，铁巨人诞生！诞生了！你好，你好，丢给你花。我现在有铁巨人了，超酷的。我刚刚还有拿到一些花，再来种。这里是要种南瓜的吗？这是开地图的吗？对啊，这是开地图的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一直种东西？种东西，这不是很必要吗？在这边种花，好高哦！我现在有一点泥土了，把这里弄起来。这里多一个，不是弄这里，这里两个土堆，农田预定地。喂，农田预定地。对啊，都有铁巨人了。